干嘛突然吃冰淇淋啊？因为热。你在卧室洗完你在厕所吃的碗吗？ 很想知道，凭你的丰富简历，为什么到处都找不到工作吧？杜经理，你谁呀？我是可以帮你的人。喂，悠悠。安心，我看到你的微博动态了，你是不是和那个小八有进展了？同时招来。哪有什么进展，我就是随便发发。 少来了，平白无故，谁会发什么爱情因素？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我动手你自己来。可能我好像有点喜欢他。Oh my god！你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？明显吗？你看得出来啊？那你看得出来，那他能看出来吗？他当然看得出来了，而且他也喜欢你哦。不会吧？你怎么知道？ 磕了这么多年CP，可不是白干的。那你说他会不会有女朋友啊？这倒也是，他长得这么帅，不可能没有女朋友啊。对呀，你也不要自己吓自己了，说不定他是母胎 solo 呢。母胎 solo？ 不太可能吧，他这么好，唉。小说里不是很多这种男主角吗？你们相遇这么传奇，一切皆有可能，说不定他就是你的那位完美男主角，是不是？安心，悠悠，待会儿跟你说。 前段时间搅得人心惶惶的变态跟踪狂，今日又有了最新进展。警方目前正在针对嫌疑人监控进行排查，也欢迎各位市民积极提供线索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